鸡排嘛，小全部铺好了 ，Open， 哦耶！啊，哇，好酷哦，超酷的，小孩子千万不要模仿，我觉得这个已经有危险性了。第三包，哦，你觉得有点疗愈的感觉吗？没有，一点都不疗愈。疗愈吧，到底谁敢像我这样子拍片的、啊？全部脱完了。那是你的幻觉。我真的要买下这间房子的，我很害怕哎，这么1000多万哎、欸，像蚕宝宝一样，你看，真的一只蚕宝宝，蚕宝宝火车啊，我是蚕宝宝火车哎、欸，蚕宝宝火车、啊，到底在干嘛？你到底是干嘛啦？这就是我们的训练啊！等一下，后背超痛，等一下我后背超痛了，后背到底有没有干啊？我看起来超像一只蛇的，我根本就是一只球蟒啊！你看。好酷哦！我会把这个拿来纪念，然后传到我的18代之后的子孙，他们知道他们曾经有一个人做 YouTube， 可那时候已经 YouTube 已经倒。有没有看到？都是小毛哎、欸！啊啊啊啊！